战港人之光，你行得上台。激战嘅焦点落喺张家辉一身肌肉嘅造型，为咗配合角色而苦练体能，增强说服力，可以为电影艺术作出如此艰巨嘅训练，实属港人之光同埋福分啊！加上彭于晏嘅分身演出，将男人热血浪漫推高至难得水平。相比过去林超贤嘅作品，《激战》可以话系最热血鼓励嘅一部，摆脱过往深沉气氛，冇刻意嘅煽情催泪。角色就算背负几沉重嘅过去都好，都唔会自怨自艾，乐观面对。更加提醒港产电影唔一定需要粗口横飞作为招徕，卖弄色情先可以吸引观众入场噶。只要能够感动人心，自然会得到支持啦。就算冇低俗下流嘅笑点，一样可以令到观众开怀大笑，可以带动观众嘅情绪，投入到角色，绝对系一部好嘅电影。影评人敬王俾4个 like。